当时我真的有很有面子，可以了，兄弟们，哎，有一次面子就可以了，兄弟们，我没让你们失望啊，可以吧？至少让大家有获得了一波面子，还是可以的。现在确实没面子。觉得走运吗？这把也拿了，没办法。这把妈的皮，打蓝 buff， 没刷野。打蓝 buff 就抓他了吗？我蓝枪就是和你学的，黄金加加蓝吧，可以的，兄弟。谢谢兄弟，刚刚啊，皮肤上放松，伙计，这怎么抓？这人男的怕是还没血呢。这把桑努力啊，看上去就和挠痒痒一样。这鸡巴今年年度打没打不了，兄弟。那今年去年年度只是一个机会吧，停在后面吧。没，这个东西还好吧，兄弟们。其实迟早的事情，其实未必不是一件坏事，兄弟们。其实这个东西还好，现在确实沉出了去，未必不是一件好坏事，是吧？沉出去，好的，耶。该算旧账，而且本人我其实也没有怎么做错的，兄弟们，好吧？这种东西是这样的，就大家觉得很那个，但是但凡也没感觉做啊，算了，不能多说啊。好打游戏，我们先刷野，兄弟们，真的没有节奏，只能刷野。下路老鼠差一点双杀，还有节奏。人马可以玩一把吗？人马可以玩。人马一直搬，我们还要蹲上，因为这个武器会和潘森打，潘森不能虐的，潘森虐死我们就输掉了，看不上了。怎么两个打野蜘蛛辅助是这样子的？打起来，我操！哎，大不，哎，哎。哦，打了个闪现，不过我这波不来，潘森可能会被单杀。我确实对前女友不好。呵呵，哎，徐 Z， 我的世界创立半个，大哥，我对人家不好，人家也不可能对我好的呀，你自己想一想，兄弟。只是大家，他只是怎么说呢？怎么这样懂？妈的，谈个恋爱，双方都不付出的呀，兄弟。我妈的，还别人，我对他不好。我对人家老好了，兄弟。啊，分也给人家上了，啥都给了，那还对人家不好，他妈的，我怎么样？就动不动就对人家不好。想到好处，反正。完了完了，他妈被那个，完了完这边了，这直播拉扯，这波拉扯怎么说？哎，哎，这波闪现往这边闪去了，往后面闪必死。好吧，兄弟们，只跟你们说个冷知识啊，
你们这个还找我和解啊？我是不跟他和解。这个小鱼说，反正是咱们是不会和解的。这个我不骗你们了。前段时间还，前段时间有个匿名电话打我电话，我直接挂了。啊，只能跟你们说这么多。一顿嘎嘎大咬牙跟我和解，啥都让他做了，我操，就你妈离谱。做错了给你们骂是无所谓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做错啊，只能跟你们说这么多。这个东西迟早也会跟你们说的，兄弟们。啊，那并不是我牵扯他进来的，知道不？是他自己要跳出来干我的，就这么简单，只能跟你们说这么多。从头到尾也是他，就是那个我，这个是事实啊，兄弟们。这个是不骗你们的。该算算旧账了。试试我吧。我是不是说呀，我是跟你们就是说一下，兄弟们，好吧，就他差不多是这样子，懂吗，兄弟们？我说句实话挺难受的，兄弟们，你们懂吗？可能你们不知道，每天都因为这个事情，我自己下播每天都要处理这些事情，真的，可能你们不知道我有多每天有多么难受。就换做一个正常人，17岁，有那个事情能怎么办吗？然后都是造谣的。反正我知道我对人家很好啊。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为什么你每一波都能做对事情啊？就看情况啊，你被控制的话，慢慢的嘛，咱先撞墙就撞墙了嘛，无所谓，就是说，慢慢打就好，是吧？不就谈笑风生又赢了吗？你太走后喊你了，朱哥，我的，不说了。有的事情确实做错了，可能，但有的事情确实是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子。这个可以吧？这下路别不管了，这下路，我们先锋丢东，这波先锋别丢东，不说了，好打游戏了。这波先锋丢东。因为什么先锋丢东呢？养特拉斯其实很好，特拉斯能偷兵弩大，对吧？就单纯的偷兵弩大，我们两个还能继续下路，中野联动。这波先锋在中路，先锋就是个视野，知道吧？就是睁眼，一动睁眼就能看到这个兵弩。这个兵弩现在坐着就把这个睁眼排了，他过来，我们有视野，知道吧？我这里可蹲人，给他们钓鱼执法。哎，海狼在后面。去不了，因为他辅助已经死了，好个人，人家是大补，他放，应该能赢这个，好，因为我这波把技能都甩出去了，老鼠有大招，我这边也看一下，嗯，麻烦不断。
有点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这不打也不掉。怎么都开双倍啊，哥几个，周末开吧，兄弟们，现在这个双倍开的周末吧，只有我只有两张双倍，没有打活动，打活动的话就无限一个双倍，打活动的话双倍多一点，现在斗鱼基本上都打活动的话就好多双倍。兄弟们，不是现在，兄弟们，是之前的事情，大哥你们。你赶紧瞎说啊，我说之前的那个事情对吧，你们没有看见我成熟多了吗，之前那个事情，之前那个事情也是我没有跟现在的女朋友说知道吧，你们懂，也是瞒着她的，瞒着她给别人那个，给别人就是发米嘛，懂吗兄弟们，我也是瞒着现在的女朋友，因为你交了新女朋友，不可能把之间的事情都跟她说清楚吧？试试我吧，知道吧？她也不知道，所以说后面她知道的，就那个知道了，就她挺理解我的。不是现在的女朋友分手，我是说之前的，知道吧？你们别再给炸了。现在的说句实话对我很好，我说句实话我打得不好别再骂我的，就是说他叫我别烂，少烂一点，那大伙来看你不是看你烂的，是看你赢的，就是说对吧，我有的时候打的是挺烂的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我靠很狠，如果他俩在操作开大苗，想到好主意了吗，先锋37秒，好吧，我现在的女朋友她不知道我前面的女朋友是我什么时候知道，她都不知道，我啥都没跟她说，懂吗兄弟们，可能你们觉得可能做啥子，反正这些你们自己分手了在谈个恋爱，不可能跟现在女朋友说之前的事情，我觉得大家都是有很多男生对吧，你分手了不可能跟现在女朋友说之前的事情吧，对吧，我主播说句实话峡谷千分也玩完就对吧，没有谈过多少恋爱啊，所以说给我拿先锋，别说了哈，打游戏 OK， 没有说啥的，人多点啊，思路嘛，不是来看你说啥的 OK， 有的时候说句实话，我说了其实我心里会舒服一点，有的时候我不说我自己挺难受的，你不知道，你们可以那个一下我，我不说真的有点，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挺 emo 的，挺那个，让我说一下吧，现在不说了，现在不说好吧，有的时候真的不说憋在心里真的很难受的，我也没也不可能去跟谁说吧，就只能跟兄弟们说，不说的话挺难受的，试试我吧，我刚刚躲起来了，哈哈，现在不说，现在不说，说了之后说句实话，有些东西自己有时候可能会心里会舒服很多，没人在乎，你妈没人在乎的，妈的一堆人玩什么
当妈的当救世主一样，天天这说什么都不在那个。不过我们吹上了，养萨拉斯吧。这萨拉斯虽然出了一个这个，但是我感觉他不够肥，先梦直接丢吧。往这边走。啊，他走你走了，好的。哎，去，哎，哎哎！我操，他妈的！趴下，停住！我操，这盘村！帝王，可以闪现！救救救！哎，兄弟！哎，妈的，皮怎么没人打这个武器啊，兄弟？好一，哎，有塔，你怎么走？送塔吧，兄弟。哦，哇，这攀升高科技，兄弟，暗爪直接秒杀。买个破甲型，然后再买两把团结，啊，买一个团结，结果等有。他们不在乎你放了什么招，只关只在乎你怎么着凉。我应该凉不了，朋友们。就算凉的话，打陪王应该也能挣很多米的单了。你们不用担心一个技术主播会凉，对吧？你看他们打陪王。大家也听到价格，一天随便挣个一两千收入，挺多。而且打号的话更赚钱啊，兄弟们，打一个一区王的号就好几万。那正常来打的话，你运气好的话，基本来说一天上个两三百分，一分十块钱打几号吧，一天两三百分就是一百分就是一千块，两百分就算十分一分来说的话，就一百分就一千块，两百分就两千块。而且分也不会这么低，一区的分挺高的。你没打你三百分的号的话，一分要收个14、15好像，就是你每上一百分之后还加钱的，是吧？就说还好吧，对吧？更何况还有其他的那种牛逼的老板，就动不动就直接，我操！那种送的呀，送直接给你发大红包，挺多的。我家人们，你们现在可以趁着英雄什么还能挣钱的时候，可以挣多挣一点钱，说不定以后陪玩可能不能那个。知道吧？一区第一的话，你们没有听到小景说过吗？一区第一给他多少钱来的？我忘记了。我操！我当时就震惊了，兄弟，妈打号这么挣钱吗？兄弟们，我操，那么多！我不知道他当时他自己他是咋说的，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听仔细，我也反正很多，一区第一就我操几十个 W 的血，巨夸张，我是觉得挺夸张，因为我没有打过其他区第一。啊不，哎，不要慌，感觉还可以。你们现在其实有很多那种兄弟，就是小孩子嘛，不是小孩子嘛，就跟我差不多大的兄弟们，就可能有个大师钻石水平。其实大师钻石水平，你们那种陪玩二三十，其实。也是挺不错的，说句实话，打那种号呀啥的，就是也可以练技术了嘛。把自己心态放好一点，现在还是能挣点收入的。反正现在对吧，做什么都能挣到米的。我知道直播间跟我情况一样很多啊，我当时也是一样的，可能也是十几块钱一个小时，可以打就打一天，一天挣个一百多块就挺开心的啊，就特别开心。我去，一天挣个一百多块，我操！
都很巨开心，对吧？慢慢变厉害了之后，当然找你打的打号的人就会越来越多，打的陪玩的人就会越来越多。应该可以秒了吧？这波换装，我死了，小心！我看人家能打都没技了。等下人吧，这个卖了，我们买个大金鱼。啊，这个不能卖，我们再去刷鱼，把这个野怪刷了。我看到这个武器，这武器连肉，那个大金鱼，武器开大加个一，我打不动他。他点一套贴点的话，去这个苗，他加闪现了。找谁打？这个现在找谁打都挺好打的吧？你们反正遇到那种。遇到对你们好的老板，就那个一点，就礼貌一点，知道吧？你们千万不要打号的时候就动不动就挂机推游戏啊！这种，其实大家都挺烦这个，挺烦这种。就打号的时候尽量心态好一点。这个游戏还是挺简单，知道吧？你看，工作室你们别去啊，千万别去那种工作室啊，那种。感觉把真把当黑奴的，那工作室是真被当黑奴了，兄弟们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。你们去那种工作室，什么一个月给多少钱来的，都是骗人的。反正大家你们自己小心点吧。他妈的，这真把当黑奴了。那条件又不好，就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就给一台电脑。我们再自己想一下。应该轮你，拿着这个大刀，我这个听话，我。我说了，阿姨，好吧。我是有敌将，我拿小龙。我小龙还拿不了，我是有敌，尴尬了，应该死了。啊坏了，他W被打断了。人家出来，来吧。他这个拉扯有点恶心。应该没杀吧？有的应该。活也不了他，他手太长，狼家手短。我的小龙拿。我们这边拿小龙，因为这是龙魂。还是别慌。也变秒，对，还有什么绝？还行。我那个工作是直接到人家地方的那种，知道吧？陪玩店还好，陪玩店大家大概应该是抽你十几块钱吧，五块钱到十块钱左右，还好。但是人家是给你找单子的那种，你们懂吗？人家抽手续费很正常。这种是很正常的，反正你一去王者的话就能接单。其实接单的人大家水平都不是很高，我当时接单的时候也就个守门员小王者，我骗你。去闻，看一下，妈的，闪现，还有个夜的风刃把大刀挡，这样应该是肯定杀他，这不还行，死就死。我们大龙没有刷新，这种死的话一定是赚的，你们知道吧？因为对面交了很多技能，我们 buff 野怪都吃到了，我们一定是赚的。你要这样想，知道不？我们下个装备可以买个什么？这个冰女她装备不好，出了中亚加这个永川，她没有多少输出，知道吧？没有多少输出。所以说我们下个装备就会看情况出。快了，这烂了，不要搞的，别有听歌。我们下个装备买个黑切，带点生命值打武器啊！再买个黑切，这武器要出个蓝盾，我们出个黑切打前排没毛病的，因为这把不需要出影魔刀，也不能买波斑。买个黑切，黑切转村哥，他们手这个金二指手很长，致命节奏加了个 Q， 但是我们老手我们打前排手应该更长，就是我们这把只需要打前排就能赢，我们大龙就是防着我。一区大师这个接单了，兄弟们，一区大师个两三百分。啊，说句好听的话，那种千分，
这是标题，都兄弟们，这跟有的跟主播一样，这主播是吧？主播电竞鹿晗，啊，不能再说，就那种，就是吸引人的，你们知道不？就吸引人，知道吧？说错了，对不起。妈的，这里面要说内涵一个啊，他没有，就是这种，就是一个梗，知道吧？加软一点，好了，再点。啊，汤，他有睁眼看到我多大的功夫了。其实他们那种接单的，其实并没有那种分很高，他们都会就先加一些那些，懂吗？麻烦不算。昨天跟人说这么多，要不要去骂我？反正你打个钻石、黄金、铂金，不吃力的选择，有一说一啊，一天挣一两百，真的不多。千分真没那么多，千分真没那么多。峡谷千分都只能接白金段，真没有。那峡谷千分都打灵魂保卫的吧？我觉得峡谷千分没有接灵魂单的吧？那峡谷千分接他妈白金，真别搞笑了，没人打。马林太少，马林太少，没人打。就啊，他那也没问题。哎，你去吧。他妈的又打我，我可以接。打狼，打狼死了。这逼小丑，我哥们，这武器就闪现过来打我。他发现我出了开线打不动我了，你发现没有？你不，这波开的挺好的。这贪生高科技啊，兄弟们，爪子他。你不。对吧，我们前面挺逆风的，但是后面卡回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面不会运营，知道吧？